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貼盤女神 Doris 的樓盤推介啊！哇，見到身後面的如心酒店咁宏偉，整個荃灣咁壯觀的景觀都在呢個單位度一望無際啊！我哋即刻去看看。最先要介紹的當然是主人房的景觀啦，望曬整個荃灣市景，又有海又有山。哇，每一日起身都望到呢個景緻，真的不想離開張床啊！主人房呢度咧放張三邊落床，如果不喜歡咁多窗户咯喎，咁咪用一邊愛嚟擺翻個櫃，整多部電視，咁就 perfect 啦。唔少得當然有陶瓷啦，全部都是光瓷嚟噶。環宇海灣咧，現時我就喺一座，一座咧就係最近 lift 最近大門的出入口。較早之前咧都介紹過同一個積854呎嘅低層單位，咁呢個價錢咧就大約18,000蚊松啲啦。租户咧啱啱搬走咗，而家又放租又放賣，稍微咧細細執下咧，基本上買埋啲傢俬就住得。呢度係個工人房嚟噶，做儲物又 OK 喎。廚房方面叫做四四方方啦，同樣都係有咁開揚嘅景緻。哇，我真的非常之中意呢個廳啊，方正實用又夠闊落，長但係都闊落。這個平台望翻出嚟，可惜啦，又拍我灣佐都海景，如果唔係真係無敵啊！最後一間房咧就喺玄關位嘅左手邊。大家都會用嚟當書房或者客房噶啦。以我步速行去荃灣西屯馬線站，大約8分鐘到，跟住咧用唔同嘅天橋接駁去到各個大型商場購物娛樂睇齊到，仲要有3個唔同嘅戲院添啊！